但是，原则底线要坚持，同时要把握好度，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啊！哎，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建交的国家，这外派大使可就成了问题啊！嗯，恩来，你打算如何派兵点将啊？主席啊，我也正为这件事发愁啊！我们新中国派出的大使。 代表我们新的国家形象，绝不能任用国民党时期的旧的外交人员。可是现在呢，我们又没有这么多的外交人才啊，整个外交部加起来也不过200来人，都派出去，我这个外交部长就成了光杆司令了。恩来，我倒是有个想法。 可以从部队的将军当中，哎，挑选一批驻外大使啊，你看怎么样？哎，主席的意思是，要将军做大使？是啊，他们不懂外交，但是不懂可以学嘛。我就不信，他们打仗打那么好，就学不会办外交？ 可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外交人员不外乎是胆识魄力，对复杂态势的洞察力，说白了就是尽人素质。主席这个想法好。如果你同意啊，我就跟相关部门打个招呼，凡是你看上的人，让他们一律开绿灯。 太好了，在延安重庆和北平金条处的时候，我就和很多将军打过交道。现如今，这些独当一面的将军，到了外交部，可都成了新兵啊！主席放心，我相信，他们做外交工作也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将军。就是一下子派出这么多将军做大使的古往今来。 那还是从来没有过呢。哎，恩来啊，咱们干的事，哪一件不是历史上破天荒的嘛？是啊，司令员，这不是搞错了吧？我是学医出身，在红军的时候我就是卫生部长，就算是让我脱了这身军装，那应该去卫生部啊，怎么会是去外交部呢？这个是宋丽。 亲自给你下的调令，嘿嘿，这个宋丽能搞错吗？哎，司令员，你看我这一句外语也不懂，怎么搞外交啊？要不您跟总理商量商量，我还是干回老本行，当个医生行不行？你可不要忘了啊，你也是个军人，军人是啥子？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应服从命令，为天职。 是。老黄，我怎么听说你要去外交部报道啊？消息传得够快的呀，领导刚找我谈完话，你就知道了。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不是一直在给解放军设计军旗吗？而且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文学艺术联合大会，还跟苏联人合拍了电影。 就是转业也应该去文化部吧？为什么要去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交部呢？我也想不通啊。但是总理点了将，总理说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在哪个部门都是一样干革命工作。不一样，你当大使是要出国的，我在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我可有言在先啊。要是出国的话，我才不跟你去呢。 哼！不，请问一下，外交部怎么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别问。 首长有什么指示？问你一下，外交部怎么走？前方路口右转，一直下去就是了。好。
谢谢啊！午休前到，袁忠贤到，黄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耿彪前来报道。开着吉普车来报道，耿彪，真有你的。报告总理，一接到您的调令，怕耽误了行程，杨得志司令员特批了一台钢缴会的美式吉普让我开到外交部。我日夜兼程从西安赶到北京，结果还是迟到了。这么说，我还要表扬你不成？不敢，总理。 立新功！是。大家请坐吧。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我们的外交培训从今天开始了。我知道，大家在来这里之前，都是威震一方的虎将，但是，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司令也好，是军长也罢，今天坐在这里。 你们就是外交队伍中的普通一兵，而且还是新兵。你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什么？服从命令，听指挥。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林燕，你们的培训教官。林教官，这里交给你了。 大家好，我是林燕，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上第一堂课。在这儿上课啊？这还是个丫头啊？这，报告教官，我们大家伙还没吃饭呢。就是，你们别着急，今天啊我就是教大家如何吃饭的。吃饭？这
话说的没错，饭是往嘴里送就能吃了，但是如何把饭送进嘴里，这是有学问的。学问。今天呢，我们做练习的这道菜是牛排，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盘牛排。那牛排呢，是被视为西餐中的主菜。正确的学会吃西餐，是每一位外交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大家看我，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千万不要拿反了。哎，丫头，哎，不，教官，这个就跟我们上战场一样，左手枪，右手刀，对吧？哎，可以吃了吧？你要这么想也没错。左手枪，右手刀，嗯，好，你们可以试试看。哎，等等，拿一把刀，不是两把。哎，但是你们吃的时候要记住啊，千万不要用刀挑着食物往嘴里送。在你们面前呢，有三把刀，这把圆筒小刀是用来往面包上涂抹黄油跟果酱的。另外一把中等大小、齿距没有那么锋利的，是用来切割果蔬的。那最后一把是用来切割肉类的。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试着做一下。嗯。吃饭的时候，先用叉子叉好食物，用刀子慢慢切割，然后用叉子挑起食物送到嘴里。这个过程一定要轻，食物的量一定要适中，千万不可以咬一口拖拖拉拉的又放下。不对不对，叉子是用来叉食物的。停停停停停！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嗯，不对，用刀不会吗？我这个还行吧？非常正确。可以的啊！再接再厉。哎，不行，这喘不过气来了都。哎呦哎呦哎呦！姐，你穿错了。哎，不行，这个衬衫要穿，哎呀，要脱掉。哎，你像我这样，试一下。这什么衣服啊？你看，穿好了露出大腿，这怎么穿呢？但是我听说啊，要是咱们跟着大使丈夫出国以后，天天都得这么穿。出国？嗯，还天天穿？嗯。哎，我跟你说，咱们天天出国啊，露着这个大腿，给那些外国男人看。我不穿，你们谁爱穿谁就穿，反正。姐，这是工作需要。再说您烫个头发，再配个高跟鞋，穿上挺好看的。哎，拉倒啊！你那是资产阶级小姐的做派，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怎么能够穿这样的衣服啊？天天这么露大腿给谁看？反正我不穿，你们谁爱穿谁就穿。那咱也不穿，咱也不脱了吧，脱了吧。我也不穿了，我穿上这个特别难受，喘不动气了。那就是交际舞的基本步伐。其实交际舞是每一个外交官都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也不难，大家只要跟着音乐踩好节拍，把动作掌握了就可以了。有哪位同学想上来和我们李燕同志一起试一试？这样，李燕，你来选。我选。嗯。那就请赵司令吧。哎。
不行，我不行。老张，现在认怂了？过去跟仨鬼子拼刺刀都不怂啊，现在怂什么？上，撤，来来，上上。别认怂了，不就跳个舞吗？就一个小姑娘，怕什么？鼓励鼓励张将军。老张，你那是摔跤。手这样，对，一二三就上左脚啊。左脚。准备，走。再来一次。好了好了好了啊，老张，别给咱解放军丢脸了啊！你下去吧，啊，你行不行，老五啊？我来，行。请放蓝色的多瑙河。一把好手，这武场上不赖啊！啊，嗯，老张，你可不知道啊，人家老五可是人过松啊，吃过凉面的老五啊，就跟你一样嘛。对对对对对，干得好！干得很好啊！你们先来来，快上去！老五，老五。看着我还真不服你。好好跳，别紧张啊，我们赢了。第一步。哎，你们说说啊，我们要真的跟着丈夫去了国外当什么大使夫人，哎，我们自己的工作怎么办？我们这军装是不是也得脱了呀？姐，我听我们家老耿说了，这大使夫人啊也是职务，就是我们的工作。工作？那叫什么工作？反正我跟我们家老张说了，他要是让我去当什么大使夫人，我就跟他离婚。不至于吧，姐？怎么不至于啊？将军在和别的小姑娘跳舞呢。啊？有这事儿？们跳舞呢！啊！我从这儿受不了。闭嘴！夫人，闭嘴！你的事儿，回家再说。他们又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都是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干部，怎么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啊？燕子，你这几天的工作一直很努力，也很有成效。周外长正准备表扬你呢。真的？恩来，你也不要怪他们，就拿张司令的媳妇儿来说吧，她可是当年太行山区大名鼎鼎的女游击队长，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死在他枪下的鬼子汉奸那不计其数啊！原来她这么厉害啊！嗯，那一年鬼子大扫荡。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老张带着他的团和鬼子激战了一昼夜，伤亡惨重，老张也身负重伤。在这危机的关头，是他的媳妇儿
骑着快马，背着满身是血的老张，凭借着手里的双枪，硬是从鬼子的包围圈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太了不起了，张夫人是女英雄。所以啊，老张在外面是司令，威风凛凛，可是他回到家里，始终都管自己的媳妇儿叫队长。正是这样的一位女中豪杰，你突然让她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放下手里的工作，到国外去当夫人，这个弯儿啊，换了谁都不是一下子能转过来的。那也不能由着他们折腾，他们搞得外交部后院起火，将来还怎么开展工作？恩来，你也不要烦心了。女人的工作，还是让我们女人自己来做。周叔叔，我给您添茶。怎么想通了？嗯。咱去了国外，咱咋跟人家交流啊？是的。而且你说你家里的呢？邓大姐来了。啊，没有。啊，大姐。啊。哎，好，都在呢。哎。好漂亮啊！哎，别说啊，邓大姐一穿旗袍真漂亮啊。就是啊，您怎么今天穿旗袍来了？好看吗？好看。你们年轻人要穿上那更好看。别提了，邓大姐，我那天穿了。这肉一层一层的。对呀，穿上都憋得慌。这当大使的夫人啊，以后就是要穿旗袍，知道吗？知道知道。来，邓大姐，快坐，快坐，快坐。来，好看吗？好看。来，大家都坐，坐。哎，邓大姐，那天那个事儿啊，是我不对，我得向小林教官道个歉。没事儿没事儿，都过去了。总理啊，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许大家对未来的工作还有一些误解，以为当大使夫人就是当太太吃闲饭，对不对？对呀，我们大家确实有这方面的情绪。你想啊，我们也是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工作了，对吧？论对革命的贡献来说，我们一点也不比男同志差呀。再说了，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我们大家都准备加把劲儿再大干一场的。对，就是。恩来同志让我告诉大家，外交工作是一条特殊战线，在这条战线上，无论是当大使还是当大使夫人，都是外交战士。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男同志可以当外交官，将来咱们女同志也可以当外交官。真的？嗯。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工资，我们女同志也是一样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将来都是外交官了，都是女外交官了。当然了，哎，就算是当大使夫人，那也是一份工作。因为外交领域不同于其他领域，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外交场合，夫人太太的地位是很高的，有的时候可以起到外交官都起不到的作用。就以我个人为例。当年我和恩来在重庆的时候，我作为他的夫人，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场合，也见了很多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掌握了很多恩来同志都无法了解的事情。所以啊，你们可千万不要看清了自己的身份。邓大姐，你这样一说呀，我们就服了。可是，一听到他们说叫太太、叫夫人，就觉得不太好听。啊，还有，我们穿这个军装穿惯了，如果穿旗袍，太不舒服。那咱们呀，就是要入乡随俗。以后啊，你们不仅要习惯穿这个旗袍，还要习惯着穿高跟鞋，哎，卷头发，化妆。大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是那样一打扮，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阔太太了吗？在外交场合，穿西装，穿长裙，把自己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不仅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同时啊，也展示出咱们中国女性的气质和风采。这一点啊，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桩小事，或者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它关系到国家的脸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对待啊。啊，再说说这穿衣服哈，咱们这穿衣服啊，一定要穿整齐。这该系的扣子呢，我们要把它给扣上；该系的带子呀，我们也要系上。这领子啊，我们就要把它，哎，弄平整了，不能皱皱巴巴的，让人家说咱邋遢。记住了吗？记住了，大姐。好，快坐。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现在都可以问。我有啊，邓大姐。哎，等着出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穿这个军装出去？不行。邓大姐，邓大姐，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问您。有什么话你就在这直说。我们出国能不能把孩子都带上？啊，不行。孩子们呀，都要留在国内，由国家来照顾。可是，万一我们的孩子在国内被磕了碰了，或者生病了住院了，那我们怎么办啊？怎么就不往好处说呀？那能不这样想吗？我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多，我跟你们说啊，这两天我根本就睡不好，一到了晚上脑子里头全是孩子。是啊，邓大姐。国家能不能通融一下，允许我们把孩子都带着？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安心工作。你们舍不得孩子，孩子们也离不开你们，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干革命工作，就是要有牺牲精神。这种牺牲，有的时候是无声的、无形的，就像当年隐蔽战线的那些无名英雄。不过，你们的孩子，国家一定会专门想办法，会照顾好他们的。这样子呢，你们也可以安心的在国外工作。对对，好，对对对，这样子。好好好，最后呢，我再说一句啊，从现在开始，大家啊要努力学习，尽快的适应自己的新的工作岗位。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战士。好，好，好，邓大姐放心吧。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谢谢。哎，你怎么没去上课啊？当然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更重要的事情？哎。这不是我吗？你画我干什么呀？你不是不跟我一块儿出国吗？我把他带到国外去，带到身边，想你的时候呢，我就看上一眼。那你就别拿了，把我画得这么胖。那我想你的时候怎么办啊？看我呀，我跟你一起出国，行吗？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一个人走。你以为我就那么点觉悟啊？那当然，我黄大使的夫人肯定是觉悟高啊。以后啊，画我的时候呢，把我画得漂亮点。再漂亮的画，那就没有你漂亮了。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联合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可是联合国的席位却被蒋介石掌控着。你要以新中国政府的名义，尽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立即驱逐蒋介石中华民国的代表，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主席，这件事我也想到了，已经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去了电报。他怎么答复啊？至今没有答复。没有答复也是一种态度啊。那就再接着发。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又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当年董必武同志曾经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联合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外交阵地，我们要派出精兵强将，要做到未雨绸缪啊。先把驻联合国的人员选择好。主席，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我初步考虑可以让张闻天同志去担任驻联合国和安理会的首席代表，耿彪同志呢担任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团长。Darling，夫人。Darling，来得正好，快帮帮手。刚刚美国朋友打电话来说呀，中共的手已经伸进联合国了。他毛泽东这么快就急于想在国际舞台上争夺合法权利。事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可不能小瞧了他毛泽东。就说当年他占山为王，说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只当他是说了一句笑话。可是若干年后，他把我们赶到这个偏隅的小岛上，哼，我们却成了世人的笑话。据我推测，如果中共要取代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以及其他盟友都会投反对票的。夫人，可别把话说得这么满。现在可是树倒猢狲散，何况美国人的两面三刀我已经领教过了。达令啊，你可不了解美国人。在联合国席位这件事上，与其说他们是为我们，不如啊说他们是为自己。这话说得不错。安理会已经有了一个他们又恨又怕的苏联，所以啊，他们千方百计的也不会让中共取代我们。如果中共要真的进入了联合国安理会，与苏联结成同盟，以后美国的很多提议啊都有可能通不过。那就借夫人的吉言。Will the United Nations deny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Мистер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что вы думаете о смен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НР в ООН? The telegraph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received. However, due to problems with certain codes, we have to review the content. We will inform you once we have finished. Thank you.这个赖伊啊，说我们这份电报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所以不能在会员中散发负面。根据联合国的惯例，我们的电报只能立在非政府组织和非会员国的表册中备查而已。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要求依然是置之不理。不错，很显然这是美国人在背后做了手脚啊。那苏联态度呢？他们的态度很坚决，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建议我们再次致电联合国，重申驱逐蒋介石反动参与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正义主张。如果我们的主张
再遭到联合国的否决，苏联表示，在驱逐蒋介石残余集团之前，不参加安理会的任何工作，以示抗议。嗯，好啊，既然苏联有这个态度，那我们就尽快发出一个公开声明。这项声明啊，除了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之外，要以电报的形式通知苏联及英美法等国外交部，扩大影响。金峰同志，啊，总裁，最新消息，中共连续发布了多项任命，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及出席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任命季朝鼎为出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任命孟永前为托管理事会代表，任命耿彪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父亲，毛泽东这是步步紧逼啊！把握时机，制造声势，夺人心魄，不正是他毛泽东惯用的伎俩吗？那我们怎么应对？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шитель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нужно отстранить Чен Кайши от власти. Objection. The Soviet Union considers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ang's government null and void simply because it doesn't recognize its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opposes expelling Chiang's representatives for we recognize its government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of PRC.On this basis, the U.S. government insists on the validit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ang Kai-shek's government. Мы против того, что говорит Америка.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дипломатия в их стране не может влиять на Китай. Мы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китайское решение об отстранении Чанг Кайши от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итаем и его народом. 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主席，周叔叔，娜娜，今天联合国开始对苏联的提案表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鱼，山深闻鹧鸪。的世界上，我心不走过；连环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唯有那么一天，环球同此两人，云水间响彻我们。